我在这所学校工作已经39年了。1978年，我进了南京小庄师范学校就读。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辞去大学教授的职务，一心一意为农民办教育的精神呢，深深地打动了我。所以1981年毕业的时候呢，我就主动在进城和回乡之间选择回乡，就来到了这一所偏僻艰苦的乡村小学，当时叫五里小学。这个小树林的背后啊，有两排平房校舍，是1982年到1984年期间五里村的农民主动的集资来为学校异地兴建，支持我们办学，我们特别感动。所以1985年的1月份呢，教育局呢将我们学校更名为行知小学，我就开始做校长，热情满怀，干劲冲天。但是呢，后来发现毕竟是乡村学校啊，他留不住骨干教师，一波一波的开教师欢送会啊，内心里面也慢慢感受到了一份无奈与孤独。这个时候也有人劝我说，你也可以调走啊。那么在解脱和坚持之间呢，我还是选择了坚持。这片小树林呢，是30多年前我和当时的学校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栽下去的。它有的长得很粗，有的还很细，那么但是在我们心目中呢，都是宝贵的。所以在学校里面呢，像爱护每一棵树一样的爱护每一个孩子，这成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育信念。我们整个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我们对乡村孩子的教育呢，也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。曾经发自内心的一个愿望，就是要让农民的孩子也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。现在看起来呢，其实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。我们希望呢，能够把这个行知教育集团办成一个扎根乡土、放眼全球的新时代的学校。